亚伯哥系热火爆嘅台出时节，屏东高速乡水淹暴风区，就造成热火爆的几间农场，该位就当好嘅环境，水也当强，还家农民自家种自家扎，还配合物流，今日现扎下注就出货，还拿几间热火爆厉害，还是热鲜嘞，热浪热热，屏东是太舒适。方式带着跟玉荷包里个大满鸡头，抢农抢鱼阵台明日早晨采收包装过后，台下主统一批送出去，用以后本手飞扎是到山体最新鲜跟玉荷包。把东西送到客户家，就是主要因为玉荷包吃新鲜嘛，那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掌控，就是从果树到餐桌二十小时内送到客户那边。为了唔破坏自然环境，抢鱼阵坚持无喷除臭剂，去采用抽绳栽皮的方式。一方面维持体内的湿度，一方面也提供玉荷包抗菌生长的条件。不用除草剂，然后土壤健康，然后其实我重点是我的果树健康的话，我就一些抵抗防御力也比较强。请你真原本对美国留学过来，入台外替天真业公司做事，后来适量到卢卡亚外的抗菌因素，如此是翻用接盘玉荷包农场的概念。以用刺身刺手的初心刺创品牌所开发的玉荷包礼盒，完成一些二零二二屏东生态盘梳理。客家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